Hello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来玩主线剧情吧。然后中央就我当派了。走吧，去武当。狗兄弟，武当二师兄竟然上门来接我，真是受宠若惊。哎呀，干嘛打我？你倒是外向，可敢欺负回来？要打架，动不动打架，真的是。他打完这招会有护盾的，这效果还不错。张三丰支线，乌龟和蛇的壁画有什么好看的？为什么张三丰也是没嘴巴？真叫无心！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。枉然。只是想打我屁股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嘿，嘿，嘿，哇，超痛！不要。人无常事，水无常形。痛死人了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嘿，那还好。那个复活太贱了啊！夺江湖。我虽然天赋不高，
有些错。武当商门，好，该逛就逛了。哦，又要打架，怎么动不动就要打架？天下无玄，好了，这边快转。哦，打超久的。现在越来越敌人越来越难打了。张伟君宝，太极八卦阵，往晚一点，晚一点，主线。怎么抢啊？哦，战力差了200,000，我上一场能打赢是奇迹耶！男人都该死！好了，快转！哦，这次真的打很久，打了十几场吧，40几万打了60几万战力。不需要你加好心。哦，杨宇是天山派的大弟子啊。就是要出馊主意了。要打哇哩嘞！哎，为什么才40几万？啊，为什么主线剧情这么强？天下武学，心法。哎，天山派心法超劲的，他可以连续攻击两次。然后大家你们看啊，你看，超劲的这一招。很过分的、欸、这个招式，你看又再打一次，哇哩嘞，打超久才打赢的、欸。
十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好了，快转，快转，快转。好，打赢了。别啊！喂，这样不出来，浪费我时间。玉虚宫，为什么张无忌在这里？哦吼吼吼！好了，这边快转。好，打赢了，终于。明明是武艺高强。又要打，哦，又是天山派，哦，超难打，好，快转快转，哦，这样打超久，超难打的，没有时间练功啊。嗯，还要打吗？何秋娟乃卓人清的私生女，杀不杀古时需听卓人清的，天山派管不着。
就张三丰来，变得更混乱。武当祝寿，武当掌门寿宴，逍遥上下前往贺寿。为争夺武当掌门之位，武当派内祸起萧墙。师兄驾帝师弟侮辱天上掌门之女何秋娟，天上派上下切欲报仇。张真人救人心切，何秋娟身世曝光，乃是武当掌门私生女，群雄哗然，武当和天上从此势不两立。不是从来就势不两立吗？好，所以这边结束了吗？我虽然天赋不高，武功平平，但我谁都不怕。52级才能解锁。不过元龙，龙耳一看，原来是圆的。哦，还有之前。所以刚才烈火掌还有事。好啦，那这集到这边吧，然后剩下就是先练功。那喜欢我们上方的频道，左上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将我更新影片你就要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